那么刚刚呢，咱们说的是多个装饰器的同一个函数装饰。我接下来出一个练习，什么练习呢？我有一个函数 ，def， 比方说 return， 就这样吧啊。比方说 get 下划线 str 啊 ，get 一个 str， 它这里边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？return 了一个哈哈。然后呢，我选一下它，把它改成这个 Python 的格式啊，保存一下的。叫13应用啊，多个装饰器对同一个函数进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去调这个哥们的时候呢，肯定是调他，这个没错，这个应该都知道啊，保证了程序稳定运行 ，Python 3，然后是几啊？十三，懂？13为什么没有结果呢？是因为咱们没有打印，对，没错，所以说干脆一点，同学们，咱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了，应该我这么写能看得懂了吧？应该能看得懂啥意思啊？返回值立马打印是吧？不需要找变量保存，返回值直接打印。你返回的是什么？直接打出来多么 low 啊！我接下来想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我要对装饰器对它装饰，要干件什么事情呢？有可能我要加上一对 HE 标签，还记得什么是 HE 标签吗？原来咱们说过了，是不是前端里边是不是就是这种标记啊？即我用装饰器的方式对原函数里边返回的值，不管是什么，我在它两边加上 HE 标签，你会怎么做？用装饰器。来定义 ，div 啊，咱来，比方说 set call 上限一是吧？然后 func， 然后 div，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呢就是 call， 然后 function，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不写参数了。好了，按照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地方，请问同学们，这个位置是不是咱们应该大体的方向写上 return， 是不是写的 func， 没错吧？那么在这个地方咱们 return 的是谁啊？call function， 千万记住了，是不是不能加括号啊？加括号就完了。接下来写上装饰器 set function 一，那么请问这个意味着啥呀？此时我再去调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就变成了调它里边是不是再去调我了吧？请问此时将来屏幕上会打印什么？还是哈哈，没错，在这个地方还是哈哈。我想要完成加这个，我想要完成加这个。那怎么办 ？H1 加上它加上这个斜杠 H1， 请问完了吗？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有了吧？哪来的？加的，我刚刚写的，对，怎么来的？注意看，我给大家说一遍流程。我这个地方再去调的时候，请问他们，咱们是不是相当于去调的是这个吧？这个里边它并没有什么打印呀，没有什么都没有。来，他们看这，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它的目的是要返回一个东西？是不是返回来？返回什么？是不是就打印什么了吧？请问我的目的是要返回？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字符串的话，那么就将来就返回 H1 什么什么加上什么斜杠的这个尖括号的这个 H1， 对不对？我想返回这个字符串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这个字符串现在我还得不到完整的数据，因为这里边是不是先要调这个函数吧？因此 ，func 指向谁？我现在是不是先去调它呀？它把哈哈返回过来，请问此时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哈哈？我 h1 加上哈哈加上斜杠的这种哈哈组成一个新的字符串，请问把这个新的字符串再返回来，请问是不是就看到了我刚刚执行的这个结果？是不是这个了吧？能理解吗？那么我接下来还想要对这个呢，我不想用这个装饰器了，我想要装什么呢？对它装这个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标签？斜体不知道啊，这个前端是吧？这个术有专攻是吧？是不是那么有叫闻道有先后是吧？一个人进一个方向就行了。东哥呢不太经营前端，所以说你不要逼我，我也不太会。来这个地方我写什么东西呢？写个 set function 啊 ，function 下划线二。我只是打个比方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只是来个举个例子啊 ，div
call 方程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还是调用 function， 我的这个位置 return。学完，咱们接下来直接写了啊。如果我要是拿的 call 这个来进行装饰的话，那么这地方换成二。请问是否意味着你在它两边加上什么东西？那么是否意味着，是不是将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返回什么东西了吧？那咱们加个什么标签了？我只是加入啊，比方说加上 td 吧，啊，加上 td 吧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将来你们会这个我还经常用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做爬虫的时候经常用啊，这个会表格里边的一列啊，表格里边一列，它 tr 是一行。那咱们看这儿，我用这个装置器来装，那么将来就变成了这个。我要是用这个装置器来装，那么请问是不是就变成了 H1 了吧？那么看一下，此时应该就是变成了 TD 了，没问题。我现在的意思是，能不能两个一起写？可以的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少写了个 C 啊，少写了个 C。来，同学们，那么我接下来问一下，将来屏幕上会出现什么结果？你可要想明白啊，咱赌一把吧啊。H1 TD 还是 TD H1， 反正就这俩。为什么？谁在最上面那个装饰器限制性那个谁，对吧？来，同学们啊，咱们把这个顺序我给你改一下，有可能刚给你这个顺序颠倒了啊，是不是顺序颠了是吧？来，这个顺序就对了啊，你看着。当我接下来这么装饰之后，最后的结论就是我调用了这个，实际上是调用谁？调它吧。我调它的目的是它返回来的东西，不管这中间是什么，是不是最终一定是看到两边有 H1 的吧。好了，但是呢，我发现了这里边毕竟缺的东西，请问这个地方会调谁？会调这个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想返回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但是他发现这个地方他缺一个东西，他掉这个。好了，我再换个颜色，咱们当做返回值黄颜色，这个地方的返回值当做这个地方返回值，没错吧？那么这个地方得到了整体之后，把整体的返到这个地方，没错吧？那么这个地方的整体再返回到这个位置，是不是就接下来打印了吧？那么也就是说你返回的是哈哈，在这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哈哈，两边有 HD、就是 TD，那么两边有 TD 的哈哈返回到这去，请问再加上两边的 H1， 请问最后是不是就最开始的是 H1， 然后接下来再是 TD， 是请问接下来再是一套东西，是这个道理了吧？那最后的结论就出来啊，最后的结论就出来，我把这几个抹掉啊，和你想的是一个答案吧？啊，一个答案啊，同学们以后切记了，不要再想着我得看这个顺序，和那个顺序有毛关系啊？一点关系没有，看谁啊？看这个，对，装饰器谁在前面限制谁就完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但是切记要明白一点，装饰的时候先装饰，你可要明白啊，否则是不对的啊。好了，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应用啊，咱们先说到这儿。